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涉及到权力两个字，就会引起人特别的重视。比如说堕胎，这一件呢本来是血腥的杀人行为，但是现在被包装成了医疗需要和女性权利。如果脑袋不转弯的话，就会觉得女性的权利居然在这个现代社会被侵犯了，这事儿搁谁谁也不能同意。于是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女性居然成了支持这种行为的主力军，走上街头要争取这种害人害己的权利。那我们就看到，自从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意见的草案被泄露了之后，有些支持堕胎的激进分子胆敢开始威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逼迫这些保守派支持生命的法官改变他们的想法。从一开始的 Samuel Alito，到有人要暗杀的 Brett Kavanaugh， 到现在 Amy Coney Barrett 巴雷特大法官也遭受了同样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群激进的支持堕胎的分子并不是只有激动的成年人而已，那些我们极力保护的最容易被煽动思想说成熟不成熟的青少年成为了左派的武器。上周六，15岁的 Ariana 带着一群未成年的女孩出现在了大法官 Amy 家门口的街上。她们身穿白衣白裤，在裤子的内侧沾满了红色颜料，手里拿着婴儿玩具，看起来就是刚刚做完堕胎手术，拿着死婴的样子，向巴雷特大法官抗议，他们要堕胎的权利。We are here at Justice Amy Coney Barrett's house today with our arms tied, with our mouths covered, holding dolls because this is what Amy's America looks like. Children will be forced to give birth to children. Women will be silenced. Women will be invalidated. Women will be told they are less than. Women will be told they are inferior. And that is not okay.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So all of you who say you are pro-choice, get up and say it out loud. Get up, take to the streets and stay. Because you cannot let this happen to your sisters, to your daughters, to your mothers. You can't let this future happen to us. It's not fair. 照道理来讲，这帮孩子跟性行为这件事儿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现在却跑到大法官的家门口要堕胎。这些还不能被称为是女人的女孩，穿成这样的裤子，把手绑上，嘴堵上，站在外面拿着大喇叭喊着要堕胎的权利，这都是谁家的孩子？这些思想都是从哪儿来的？谁教的？那么他们想要堕胎权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说他们认为堕胎这件事情到底重要在哪儿呢？那么下面的视频给出了回答。So now that you put these outfits on, does it make you feel any kind of way?It makes me feel terrified, but also powerful. And like we're doing something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how a lot of women, this is what a lot of women are going through. People are actually dying and bleeding out because they can't get a safe abortion. And this is the terrifying visual of what America is going to look like. It's the terrifying visual that children are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They're being forced to against their will.刚才这两个女孩提出了两个观点，那么这两个观点呢是支持堕胎的人普遍都比较支持的原因。一个就是她刚才说的 children will be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就是说如果要是不让堕胎的话，那有小孩怀孕了要怎么办呢？那样就会变成是小孩去生小孩，她觉得这样很糟糕。那小孩去堕胎这件事情有比较好吗？听起来也是相当糟糕，对吧？因为怀孕、堕胎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在小孩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男女发生关系是要在合法结婚之后才可以，这个基本常识现在有多少人不知道呢？杜绝婚前性行为能够避免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发生，有良好的教育和信仰更是可以让小孩明白家庭和婚姻的神圣性。
如果不教导，一些孩子就会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因为好奇去尝试这些事情，导致悲剧的发生。所以我们真的要加强道德品德的教育。那我们现在的社会，未婚先孕已经是家常便饭，有多少人是因为怀孕了所以才结婚的呢？有多少人的结婚照就是孕妇照呢？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更是变成了太正常的事情了。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这些东西都是每一个家长要去教导小孩的。必要的性知识以及性道德更是需要被教导的。那刚才第二点他说的是 They can't get a safe abortion， 他们不能够安全的堕胎。对，因为堕胎这个行为本身就不是安全的。不管你在什么医院，不管是什么医生给你做这样的手术，堕胎都是相当危险的，非常容易造成子宫腔内感染、习惯性流产、终身不孕、子宫穿孔等等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这些年轻女孩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的缺失以及受害者心态的萌芽。这些孩子被左派利用，浇灌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把这些孩子变成左派孩子。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盛夏园游会，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今年的主题是仲夏之梦，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主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更有目标、更丰盛。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 AI News 的观众悉家带眷来参加，有丰盛的食物、饮料，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现场乐团演奏，还有抽奖活动。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因为我当天也会在，因为那就是我教会。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nrovia, California 91016。详细情形欢迎到 Impact 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